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鸥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秋冬热饮咖啡系列中的焦糖摩卡。我们先在200毫升的开水中加入30克咖啡粉，将它焖泡6分钟，也可以直接煮3分钟，然后过滤出咖啡液。杯中加入10毫升的焦糖糖浆、50毫升咖啡液，在加热杯中加入200毫升牛奶，用蒸汽机将它打发成奶泡。然后倒入杯中至酒分满，再挤上奶油雪顶，淋上巧克力酱或焦糖酱装饰，这样就做好啦。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咯，大家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，有问题给我们私信哦。了解更多茶饮产品制作以及开店干货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兔奔跑茶饮学堂。拜拜。